大家好，我是智勤师于杰，新智勤百科。今天是我们，提琴音板里面关于详细的技术指标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花纹。哎，大家通常说很多人买乐器看这个不是花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对吧？这个。什么贯通啦，什么流畅啦，什么有变化啦，什么倾斜角度啦，说你这个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放到最后来讲呢？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其实就是给大家解释明白为什么，这个看似重要的事情反而放到最后来给大家讲哈。首先说花纹是什么？这个我相信有了前几期的这种比较长的视频拍摄，应该这一期我就比较好解释明白了。花纹啊，其实就是木材纤维在垂直方向有扭曲，所以它在切割之后形成了纵向的类似于阴阳板的效果。这一阴一阳实际上就是。木材纤维对于光线折射角度的不同所导致的明暗的现象很简单哈。如果大家翻出那一集我讲的阴阳板的那一集来看的话，当时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比方，是左右两块板这样拧，对吧？但是如果你把这块板拽一转90度，然后它现在变成这个角度这样拧了。啊，这个就是花纹的形成的，最简单的一种物理解释吧。每一个角度折射的光线不一样，并且当你转动这个板材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纤维角度跟你的这个眼睛成的这个夹角也在变化，所以这就会形成一明一暗、一明一暗的这种花纹哈。很简单哈，1分钟就跟大家解释清楚了花纹是什么。哎，让大家说你，那你这一节究竟是要说什么呀？我想跟大家仔细聊一聊，为什么花纹它既重要又不重要？啊，重要与不重要是相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的哈。当你抓不住其他的重点的时候，你只能看到花纹。这个时候，你就想去抓紧它，你就会觉得它对你很重要。但是当你明白了铲地、切割，然后干燥这些更有用的大块的知识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花纹这种表象呈现出来的东西，你就不那么在意了哈。那么今天更多的时间呀，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心啊，谈一谈心。有一个朋友也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制琴师究竟是如何在花纹与音质之间来取舍的？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蛮对的哈。今天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一个制琴师是如何在这一大片他已经选过的材料里面做取舍的哈。想来想去呢，我还是用打比方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这样最好。然后这一期恐怕给大家展示的细节不多哈，这个如果你是想饱饱眼福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某宝上是吧？看看那些就是什么这虎纹那豹纹的哈，那可能更能满足你的眼球。今天想给大家说的是。花纹对于一个稍有水平的制琴师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反而我们不太去看重它了？我相信大多数人也，如果你认识一些有一定水平制琴师的话，他为什么有时候甚至对于花纹这种话题有一些反感哈？那今天要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呀。
对这个拍摄视频有一定小小的研究，也跟这个一位帮我拍过照片的这个小伙伴聊过导演与剪辑师的问题哈，所以我发现一个制琴师实际上在制作一把乐器的时候，他有点就像一个导演。而选择木材呢，就有点像在为这个导演在选男女主角。大家听像不像哈？比如说你定制了一支乐器，对吧？我首先要看这个电影的这个究竟拍出来是给谁看的，对吧？它是一个贺岁片儿，它还是一个商业片儿，它还是一个要这个表达这个导演内心的一个文艺片儿，对吧？你这把琴究竟是拿来收藏，对吧？是要的是收藏的这个升值价值，还是说我拿来自己是在家里面演奏啊，我自己娱乐，还是说我要站到舞台上，后面有一个一等一的这种交响乐团，我还要用我的声音超过它？那还是说我的演奏水平非常高，但是我家里面已经有5支、10支乐器了，我需要一支按照我这个演奏的这种方式来为我量身定制的一支乐器，那还是说我要为某一支啊有这种异域色彩的小品来为它的音色来找一支，哎，这个声音不大相同的这么一种乐器？那在一开始这个导演面对的这个题材就非常的多样，对吧？这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职业制琴师来说，他的这个定的这个基调就不一样。我这一支作品究竟给谁看，对吧？我这个电影拍出来啊，面向的群众是谁？是制琴师做完这把琴，我是打算要参赛，是给评委看，还是我要交给一个专业的演奏人员，交给他们，是要登上舞台。我相信这二者一定在制琴师心里的这个出发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吧？如果你是参加比赛的话，哎呀，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对吧？这个材料既不能太过绚丽，让导演觉得你是一个这个材料控，又不能这个太过突出，让大家觉得你是为了这个啊，为了突出自己而过多的表达这种不同，这就很复杂。但是如果你到了一个这个演奏员的手里面，他们几乎是以声音为王，以演奏性能为王。至于你这个乐器背板上面是独板吗？是拼板吗？这个倾斜角度是什么样？我觉得他们压根儿就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哈。所以，我们先说这个戏是什么戏，对吧？这个电影、这个作品，它究竟是拍给谁看的？是做给谁用的？这是我们第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大方向定下来了，那么下面对于导演来说该干嘛了呢？就该选角了，对吗？选男女主角。每一个导演，我恐怕他因为这个题材的不同，你先定男主角，还是先定女主角？这个都要根据前一步来定，对吧？如果这是一部动作大片的话，那我估计我会先定男主角，对吗？那如果这是一个这个校园浪漫题材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会先定下来我的女主角，对吧？作为一支乐器也是这样的。如果我是以这个声音的这个音量为出发点的话，那我恐怕我应该先定琴型和定我的这个面板选材。那如果是以这个音色为出发点的话，那我非常有可能要把这个背板的这个背板的选择要提前考虑进去。而且这在定了这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之后，我们就要为他来配，对吧？我们先定了男主角，哎，那我得给他搭配一个在我这个戏里面合适的一个女主角，对吧？你很难想象这个，比如说男主角是成龙，对吧？然后女主角我给他定一个16、17岁，这个刚刚踏进校园的这么一位柔弱的女性来给她当女主角，这就非常不合适，对吧？用我们这个制琴上面的话，用我师傅告诉我的话来讲，这两块板根本说不上话，对吧？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我们才来去
搭配这两块音板来为最后的这个主题来服务。那么大家又问了，你说了半天，哇塞，这个花纹究竟是什么呀？我觉得这个花纹啊，就像是这个演员来找导演试镜的时候，他那天穿了什么衣服。大家看像不像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制琴师啊，他定下来我之后这几年可能我想做什么样的乐器为主，他去到了这个料材厂，哎，一个电影导演，他想好了我下一个要拍什么题材，我现在要开始这个招演员试镜，对吧？这个导演坐在那儿，演员们进来了，然后制琴师走到了这个木材厂或者说是乐器展，一排的木料搁在那里，你要开始试镜了，要开始挑了，对吗？这个时候啊，男女主角们一排一排走进来，他们身上穿了什么一定是经过了仔细搭配的，对吗？因为他们一定都想被导演选中，这一块一块木材摆在那里，木材厂也是经过他们的挑选，经过他们的切割哈。大家要注意，这个木材下来并不只是为做琴用的，其他不是做琴用的就是去到了家具厂啊或者建材厂，那都是云杉，但是能用来制琴的只有千分之三，这个比率哈。所以他们就像这种已经筛选过的这种优秀演员一样，他就放在了这个货架上面哈。好了，他一进来的时候第一印象一定是重要的，对吗？但是我相信一个优秀的导演或者说是一个合格的制琴师，在看过了他的这种花纹呈现的这种现象之后哈，我相信他脑子里马上就会把女演员身上的衣服脱掉。哎，为什么这听起来有点猥琐哈？但是大家想哈，一个电影导演他在看一个女演员走进来的时候，一个制琴师他当拿出一块材料的时候，一旦他看他这个整体形象基本上符合我的要求以后，他这个时候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呢？他在想这个女演员跟我的男演员他能不能说得上话，他在我的剧情设置里面他这个形象合不合适，他会在我的剧会给他提供另外的化妆，对吧？我会有另外的这种服装搭配师啊，我有我不同场景的这个设置，这里面可能会要求这个女演员跳到海里面去，对吧？她可能会全身湿透，如果这个时候是一个靠化妆来吃饭的女演员，那很显然她就做不到这一点，对吧？那么材料也是一样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一块这个一块提琴的背板，一块枫木，我们买到的时候它将近800克到1000克重，那当它加工成最后的音板之后，它只剩下了110克左右，也就是说近乎于90%的木材都被我们去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这个女演员走过来坐在这儿，导演觉得还行之后，马上在她眼睛里或者说在她脑子里之后还原出来的或者说想象出来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女演员她完全的一个裸体的一个状态，以及她裸体再穿上我给她的衣服，然后再进到我给她的场景里面之后，她呈现出来的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想这就是花纹对于一个有一定水平的制琴师来讲它究竟代表了什么，它就是一个女演员试镜的时候身上穿的服装。你说重要吗？当然重要，这个导演会不会一下把它从这个料架上拿起来，对吧？这当然重要了，对吧？但是导演会不会选他，最后在做的时候会不会选他，绝对不会考虑他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如果你有一定经验的话，你要知道这个音板加工完之后剩下的花纹
剩下的年轮、剩下的木舌线跟一开始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加工出来的是弧度，对吧？一开始我在这个破切的时候也说过了，那等于你在后期的加工也是在不断的破切呀，它呈现出来的这个角度也不一样。所以你说它重要吗？重要。不重要吗？确实也没那么重要。但是大家又问了，那你既然说了这么多，为什么到最后这个大导演最后选的还都是名角，对吧？好的制琴师，最后这个材料呈现出来的也都是漂亮的一些材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比较好解释的通哈。我们还是用电影的这个去解释的话，你想一个有一定阅历的导演哈，他不是说我今天要拍电影了我才会去认识这些演员，对吗？我在之前几十年的这个过程中，我已经不断的在认识这些圈子里面都有谁可以演戏，谁会演什么样的戏，谁是可以呈现出什么样不同的状态，这个都是导演的这个脑海里面知识库所必备的一些信息，对吧？制琴师也是这样，同样的，他今年去料材厂买了十块料，并不代表他今年要用啊，他是十年以后用的。当十年以后他有了一个剧本规划的话，他会从他的这个脑海库里面去提取这些信息。而当一个导演有了一定名气，他有了一定的这个演员积累之后，你认为来找他试镜的女演员会是差的吗？你认为一个真正好的制琴师他会缺好材料吗？我觉得你这样反过来去问也是对的，对吧？如果他的这个戏的要求水平如此之高，他肯定几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啊。这个女演员，哎呦不错哦，这个以后可以使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反复积累的过程，而不是说去木材厂一下挑出来一蹴而就的这么一个状态哈。所以经常大家会看到，在这个好的制琴师手里面，我们不但这个材料是优美的，而且它最后呈现出来这个音色呀，它最后经过油漆啊，经过装配搭配，它的这种旋轴每一个细节搭配出来，才是最后呈现出来的给你这个作品哈，这个导演的这部戏才算拍完。但是当导演，当我把这一支作品交给你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如果一支好的作品哈，你的注意力不会在花纹上面的，对吧？我把这个作品呈现给这个演奏员的话，你应该是被他的音色所惊讶到，或者说是第一印象，我不给你看背板，对吧？花纹在背板上，对吧？我不给你看背板，我只拿面板冲向给你的时候，或者只拿侧面，只拿琴头冲向给你的时候，这个作品一样是美的，你一样能感受到这种冲击力。这个时候我再把背板转向给你一看，哦，这个花纹依旧跟整支作品都是搭的，这个整支作品在说的是同一句话，那这个作品才是成功的，对吧？如果我们用影视作品再来举例的话哈，比如说我们之前比较大家都爱看的像纸牌屋啦，像这个权力的游戏啦，哎，大家你反过去这时候在想，哇，那里面的演员穿的衣服是不是都十分的考究，对吧？这个 John Snow 身上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一身黑，包括这个King's Landing 里面这个士兵的这个红色的这种铠甲，那哪一个细节不是导演不是这个摄制组都精心调配过了的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想去说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看的话，你一开始你这个作品你一开始一看，哦，这个演员身上穿的衣服，哇， Dolce & Gabbana 或者是 Prada， 我相信这个作品的层次不会很高，对吧？像什么这时代那时代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淘宝秀，对吧？那它的这个层次就在那儿摆着呢，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还在用花纹去挑作品的话，那你就适合看《小时代》，对吧？
如果你是挑音色，你是看作品，你是看制琴师给你最后呈现出来的整体的美，你是要看纸牌屋，对吧？你是要看《权力的游戏》。那好了，那你就既然这个基调和导演你已经都选定了，那你就耐心观看就是了。因为这个档次的节目，这个层次的导演。你没有必要替他担心，他的要求、他的标准、他的演员库、他的材料库要比你的认知里面要多得多，要这个标准要不知道高多少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还去说啊，我要求这个花纹左右通顺，要从头通到尾，这个时候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时候导演的。脑海里面在想啊，男主角跟女主角这场吻戏的时候，我应该设计一个什么场景？他们的服装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后面的灯光是什么样的？我要不要雨？多大的雨？他在脑子里面在想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你在这个时候，你在跟他说，哎呀，这个时候我要的这个女主角身上要穿 Prada 呀，她这个手里要拿一个爱马仕啊，这个时候就很无聊，好吗？好了。一个关于木材的花纹，居然能这个啊，嘴不停歇的嘚啵嘚嘚啵嘚，跟大家说这么长，啊，我对我自己也是受够了哈。希望能得到大家一些的认同吧，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栏目哈，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的需求。如果你想看如何挑选正确的花纹。请换台。如果你想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定制作品，如何正视一把提琴的美，那么欢迎你关注新制琴百科。我是制琴师于杰，我们下期见。